十一月，星河台庆，星光闪闪。这次我们调动了大量人力物力。大人物齐贺台庆，到底有多大款？我是 WTO 督察，得罪警察会倒大霉。你要找人好好保护我才行。此况很挑战你一家之主的权威。台庆终将大火的，到底谁最有看头？我绝对不说。谁想帮他脱身，你想吧。只要有权有势有权的人都不是好人，我一定要讨回公道。你这次的不仅成功，也是最高级别的 H 组。你答应过我什么？我是你最后一个女人。台庆十万个为什么，到底疑问有多精彩？如果他们真是黑警的话，会这么轻易留下线索吗？谋杀罪名一旦成立，会被判处死刑。我爸爸说你为了做千亿女婿才跟我在一起，他说的是不是真的？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为什么那天我要嫁？智勇时刻，雷霆扫毒。智勇时刻，凤花微情。星河周年巨献，明亮梦族。十一月星河，星闪闪。